大家好，我是 Seren。今天我要跟你们介绍的就是我的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Alliance Emotion Global 将在明年2012年正式进军马来西亚。今天我要跟你们做的解释就是，你们如何能成为我们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会员？当你们要成为我们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会员，你们必须缴付799令吉。那么在这799令吉里面，你们将得到什么优惠呢？第一，每个会员将得到6盒的 Complete，也就是这个，它的总价格为672令吉。第二，每个会员将得到一张提款卡，这张提款卡是 Under China Trust 中国信托。由于马来西亚没有任何的中国信托，所以马来西亚会员可在任何的 Alliance Bank 提款。第三，每个会员一律可享有25%的终身折扣。第四，每个会员将会持有一张各自的会员卡。第五，每个会员将会有自己各自的网站。只要你们进入我们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 website，你们将可见到你们整个组织以及你们各自的收入。第六，每个会员将会有一本 kit，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kit。这本 kit 里面已经介绍了我们整个公司。以及我们公司的产品，当然包括我们公司的创办人。当然，到最后呢，我们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所带给你们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生意和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机会。怎么样说是非常好的生意和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呢？我们来到这里，我们公司所采用的系统叫做 Binary。Binary，大家所知道就是我们分为左边和右边。那么我们所给予你们的花红就是：第一，每一个会员将可得到25%的，不管你买货或者卖货的折扣；第二，Direct Recruit 就是我们所说的直接的下线。当你今天进入了我们的公司，你们所带下的每一个直接下线，一个下线将自动的上给你们35令吉的花红。第三，Match Bonus，我们所称的配对。Binary System 里面左边和右边，只要左边一个户头，右边一个户头，自然可以形成一个配对。一个配对将给予你100令吉的花红。我的第一阶段介绍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好，又是我 Selin。现在我跟你介绍的就是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第二阶段介绍。在上一次的介绍，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每个会员所得到的就是25%的一律买货或者卖货的折扣，当然也包括直接的下线以及对配。也就是说，今天你加入了我们这间公司，只要你直接下线，每一个下线将会上给你一律35令吉。当然，左边一个空户口，右边一个空户口，自然形成一个对配，一个对配将给予你100令吉的花红。那么现在我们再深入一点的，让你们了解，就是比如说今天你就算你去了外国旅行，或者你去了外国公干都好，只要你的 A 下线会继续再 recruit 人进来，比如说 A recruit 了2个人进来，一和二。B 呢，他也 recruit 了三，然后三呢也 recruit 了一个人进来四，在这种情况底下，当然的，同样发生在你身上的也会发生在 A 的身上。怎么样说呢？A 他今天他 recruit 了2个人进来，当然直接下线35令吉将会直接上给 A，左边一个户口，右边一个户口，一个对配，100令吉。再上给 A，那么 B 呢？由于三是 B 直接的下线，所以三将会给予 B 一个直接35令吉。四是第三的下线，所以一样的花红，35令吉会上给三。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呢，你将会得到什么？不管是这种情况底下，不管你是完全你没有空的，你去外国旅行都好。只因为我们的 binary system 是分为左右边，只要左边一个空户头，右边一个空户头，自然我们可以形成一个对配，100令吉上给你。第一和第四也可以形成一个对配，
在一百零级，分给你们。也就是说，只要左边一个空户头，右边一个空户头，我们自然的就可以形成一个对配，一百零级直接上给你们。我第二的阶段就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好，又是我沈琳，现在我把大家带入我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第三阶段介绍。当你的组织已经变成这个形式的时候，当然因为我们的 binary 系统左右配对，当然有的配对的我们把它左右配对掉它 ,RM100 自动上给你。那么比如说在这个组织左边它逐渐的增长，而右边它已经缓慢下来的时候，更糟糕的是它已经在停止带入任何的会员的时候，什么东西会发生呢？所以这一点你们不用担心，只要你们买我们的产品或者是卖我们的产品，每样产品都各自有各自的分数。当你这个组织所累积的分数可达到1200分的时候，我们自动可以把它配对去左边100零级再上给你。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的公司的 binary 系统不管是人和人能够配对，分数和分数能够配对，同样的人和分数也能够配对。当然的，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公司不停的发送花红给会员，会导致公司的倒闭吗？当然不会，因为我们的公司已经 set 好一个我们叫做安全网。怎么样的安全网呢？一天我们只锁定给一个户头16个配对，也就是说一个配对100零级的话，你一天的最高收入可以去到马币1600零级。所以很好的消息就是我们这间公司不需要你维持任何的产品，也不需要你维持任何的分数。我的第三阶段介绍到此为止，谢谢。大家好，我是 Selin。现在我把大家带到我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最后一个阶段介绍。之前我所跟大家解释过的就是我公司分给每个会员 25% 的产品折扣，以及直接下线，当然包括对配的花红。接下来我跟大家做的解释就是 Unilevel 以及 Stair Steps。 什么叫做 Unilevel 呢？今天你加入了我们的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在第一个 level 里面，你的下线所买货或者卖货所累积的分数，一律你可以抽取18%的花红。接下来第二个 level 直到第10个 level 为止，他们所买货或者卖货的产品分数，一律你都可以抽取5%的花红，而这些花红你们都可以换取现金。在最后一个的解释就是 Stair Step 就是说，比如今天你成为我们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的会员，我们总共有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我们称为 Silver Executive， 第二 Gold Executive， 最高我们叫做 Global Ambassador。 怎么样你可以成为 Silver Executive 呢？只要你的累积分数可以达到 10GB， 也就是说 1GB 等于1200分， 10GB 也就等于12000分。然后你要升到 Gold Executive， 你必须达到 100GB， Global Ambassador 1000GB。 然后在这个 Step 里面怎么样分红给你们呢？就是说从第一个 Level 直到最尾，你的组织一律他们的产品累积分数，你一律都可以抽取 10-30% 的花红，同样的都可以换取现金。所以我们 Alliance Emotion Global是第一间与三种 marketing plan 分钱给所有的会员。第一，我们叫做 binary。第二 ，unilevel， 以及第三 ，stair step。binary， 不管你 recruit 人进来，你们都可以抽取你们应得的花红。Unilevel 第一个 level 直到第10个 level， 一律你们可以抽取5-10% 的花红。当然最后 step， 只要你们可以升级的话，一律你们都可以抽取10-30% 的花红。最好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只要你升级到任何的一个阶级，就算你完全不活跃在我的公司，一年或者2年都好，
你们永远都是保持在这个 level 里面，这个阶级里面，永远都不会降级。所以我的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公司，以非常非常好的 marketing plan 呈现给每一个会员，希望大家都会加入我们公司 Alliance Emotion Global。 谢谢大家。